深深，深深，你去外地读大学以后，咱们是不是就难见面了？东东，快走啦，要发车啦！给，拿着这个，别忘了我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，拜拜。小林总，小林总，你没事吧？你下班穿的衣服在公司吗？就穿一条。我的。深深，洞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在这儿上班？我来面试的。是，现在工作不好找，不过没事，你读了大学，工作应该比我们好找多了，没事的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咱们都这么久没见了。是啊，你说你当初回了老家，就再也不联系我了。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了，吃饭没？咱们找个地方坐着聊。嗯，行。直接上你们的 A 套餐吧，把海鲜换掉，我朋友海鲜过敏。东东，你经常来这家店吗？不是，我上一个公司的老板爱请客，我负责给他们点菜。这样啊，我看这家店不便宜吧？还好吧，工作日嘛，便宜，可能也就500吧。那就好，那等会儿咱们 AA 吧，你没找到工作也不容易。好，我去趟洗手间。1523那桌结账。一共是1200，去掉海鲜，我们替换食材下来是1000。可以麻烦帮我个事儿吗？我先付800，等我要是我朋友来结账的话，你就告诉他搞活动，原价500，现在只要200。好，您跟您朋友的感情啊，真让人羡慕。剩下的打包吧，回去还能再吃一顿。行，那我先去结账，门口等你。好。付完了。嗯，他们店现在还打折呢。真的？那我们占着大便宜了。多少钱？我 A 给你。400多。你转我200就行了。400。是啊，他们店打折还打掉100多呢，可划算了。是。是挺划算的，我微信转你。今天就这样吧，我先走了，下次见。小林总，你不是让我给你的朋友安排个轻松的工作吗？